自哪里？我来自潘多拉。潘多拉号。潘多拉是中国的哪个地方？在中国的最遥远的边界。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见一道彩虹，一个放飞牧歌的绽放。我听见万里长城，我的最遥远的边界。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见一道彩虹，一个放飞牧歌的绽放。我听见万里长城，黑金河在欢快地歌唱。我认为唱歌应该不算是你的强项。以一个来自潘多拉星球的人来唱地球人的歌，我觉得已经唱得还蛮难得的了。但是我们地球人有比较高的要求。No。对不起 ，No。不好意思，我只能给你 No。我们只能跟阿凡达说再见了，希望他在潘多拉找到梦中的绿洲。